对不起。啊，恭喜你赢了那场比赛，真抱歉没有去帮你加油。如果二年级的时候我能够诚实跟你说出我的心意，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在交往了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想结果都会是一样的。松浦游那个家伙一定会横刀夺爱的。光希，如果有敢欺负你或是惹你哭的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他。林泰，那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吧。那当然了，现在这还用说？走吧，去打个几场。今天啊，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有，其实你很早之前就知道自己喜欢光熙了，只是你一直都在逃避，因为你不想跟任何人扯上太大关系，对不对？或许吧。有，你这人就是这样，看起来很友善，很体贴，不过对每一个人都保持一种距离感，不管我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。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选择光熙而不选择我？爱情这种东西真的是很奇妙，你的确是比光熙了解我，更知道我需要什么，可是却在无形中带给我很大的压力，因为我害怕有人想欺负我。至于光熙呢，我该怎么说？够了，我都知道。你的笑容说明了一切。真的替你高兴，你终于可以对一个人说这些心话。只可惜，改变你的人不是我。哪里是？因为，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你这辈子都不爱上任何人。现在，你真的是我，我记得你的东西。
的人，再见了你的初恋。